我们不方便问啊，因为当我们知道你受伤在腰部，我就不知道怎么问。就平常很多啊，做很多。爱的呼呼。不要这样，他受不了，他想要捶捶吧。哎，什么？五月天垃圾话歪了，石头腰伤回归左太多，关右不要呼呼想捶捶。回台湾啦！第一天的超犀利趴有个精彩，有首度参加海外音乐季的日本天团 GLAY， 以及暌违四年来台的日本乐团凡人谱，两大主唱还和阿信合唱 O A O A。五月天少不了惯例的垃圾话环节。那天因为太久没有拿到鼓棒，马上手就磨破。你磨破了，我们也觉得还好。现在开放三分钟，给大家那个给大家对冠佑表示出呼呼的动作。爱的呼呼。不要这样，他受不了，他想要捶捶吧。哎，什么？哇，石头那个一归队就开炮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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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怎么没有分我们？对啊，可以吹的东西一定要分给我。石头，三头，哎，什么？都没有来问候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方便问啊，因为当我们知道你受伤在腰部，我就不知道怎么问。就平常很多啊，做很多，做音乐做很多啊。演出做很多，演出做，所以腰部受伤，腰部受伤，他演出用腰在做的，真的也谢谢大家，也很抱歉让大家就是担心，希望大家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，谢谢。